命那个做啥作用啊？不是的。错了，这行，旁边那个啥最痛的嘛，士兵当兵有两个啥子？哪个？当兵的没事，如果不到了就没事。不知道。那你点哪里？有啥都不要命了。有火呀，那有点儿开的火，你等路怎么样？到啥子路过路过子的哇？如果有责任心的话，可以我是批；如果不得责任心的话，丢。我那老孩儿都不在过的。今天收着了。咋不就说了？但我要给你九十二回的，有点儿有点儿在回的。你到。你是谁呢？他是吴勇，但有啥子指令啊？锁着了。深圳的吗？你们快点吧！哎呦，我等。好。我那已经有人打了，等一下。哎呦，等我来。是的。要给你来，不来的话，喂，收着有点就不打了。我打这个半路的。没得烟，没得大米。你说打的，我打他，直接都做了，真的点。他说现在人家用军也有了，人家都晓得嘛，啥子东西，不然一扎就做。嗯，没得啥，嗯。哎呀，啥子不行，不行。